是 L 的编辑婷玉，今天呢来到了微风松糕，要来跟大家介绍起步生机三的哺乳室。从外观看，你真的不会觉得它是一间哺乳室耶，整个设计布置走着一个大自然绿色生机的风格，也有充满着绿色植栽的墙面可以拍照打卡哟。让我们赶紧进去看一看吧。一走进哺乳室里，就能感到非常的放松，模拟日光透射的树荫。炎热的夏日里，这里除了有舒适的冷气空调，草皮的地板也有特别的巧思哟。哺乳室里也备有消毒酒精、面纸和湿纸巾，还有穿衣镜可供妈咪们免费使用。现在呢，只要跟哺乳室一起合照，首先加入会是起步三妈妈 Club 的 LINE，再将你的照片上传 FB 或 IG， 就有机会抽奖拿好礼物哦！赶紧来吧！